乍暖还寒，想穿小香风，该怎么办呢？黑色面料加上不规则的裁剪，不仅收腰，更显 fashion。黑色小香风加上墨镜，效果会很棒哟。这款是冬季的小香风，采用的是羊羔绒的面料，也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。既有风度，也有温度。纯手工定制的鬓丝，显得更加大气。这款在任何场合都显得十分百搭。七彩粉色底，再加上十分细腻的羊毛麻面料，宽松的设计会显得十分减龄哟。关注小编，了解更多服装设计哟。